得你身边还有谁更勇敢呀？我爸爸最勇敢，我爸爸被妈妈打了都没有哭。小皮，你是从哪来的？妈妈说我是从洞里挖出来的，爸爸用棍子捞了一年才把我捞出来。今年过年我们玩什么？今年是鸡年，吃完饭我们就去按摩，然后每个人都找只鸡玩玩。如果这样说，那明年是狗年，后年是猪年，打算怎么安排？同学们，现在资源紧张，我们要懂得废物利用。你们能举出身边废物利用的例子吗？我妈妈用矿泉水瓶种花，很好。我爸爸用纸盒给我做小汽车，你爸爸真厉害。我妈妈让我爸爸干家务。小皮，干家务可不是废物利用哦。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废物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我今天答辩，老师说我答辩的不好，教训了我一顿。你在哪儿答辩的？老师怎么会看到的？教室里呀。你这死孩子，在教室答辩，老师没揍你一顿就不错了。看完不过瘾，微信点击添加朋友，点击公众号，搜索哈皮一家人，添加关注，拯救各种不开心。看完记得点赞分享哦。